我被雷炸死了。哦，别误伤，别误伤。 哦，好，混沌了，这博士没了，都听不见，我枪声我都听不见，我开枪的声音我都听不见，地雷我也听不见。服务器最近一个 bug， 我有时候也听不见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反正就这样子。最近服务器 bug 是真的多。 这科比还活着呢，还没被封呢。哎，估计又开了个号，这个脑瘫，我不行了。前面弟弟，后面脑瘫，我真的顶不住。 说不定有。我靠！你捡个雪豹被打死了呀！哎，出了！我屌你妈的！听见喊门宝宝的声音，自动调小音量。 又怂了，就开始怂了。哎，我怎么死了？我都懵了，你捡个雪豹就没了，真你妈服了呀！哎，我刚刚想出去被被死火的弄死。科学家说不定能反杀。哎，看这人。 说不定九尾就靠这个科学家反杀了，被我偷屁股。哎呀，我去！他们有金，当场秒杀队友，他们有巴里特，爆一当场去世。 两个拿狙的，三个。一口气干了三个。哦，不对，两个拿狙。哇，真的乱的要死。人呢？别关心九尾了。我觉得科学家能反杀。你觉得科学家可以反杀？我觉得飞机。 我觉得费点劲。万一呢？创只有万分之一，但是万一呢？这是万分之一。所以说才叫万一啊！就是一万个科学家才能把他们打死。那我好像也没什么。你这个万一的意思就是得有一万个科学家才能有一个科学家出局。有啊。
一万个科学家单挑一堆，不对，是一个科学家单挑一堆混沌，是一万个科学家单挑一堆混沌，而且就是一万个、啊、一万个科学家，科学家硬十个，反杀了吗？反杀一个成，拿下手杀。一万个科学家共用一把枪能打死混沌？对，没假，你打个屁。混沌说不定没晕死啊！这两个人，一个伊尔丁，一个普丁，都是他家的内鬼。我赌能赢，我赌能反杀。赌赢了，这帮混沌要是不出去，这帮混沌要是不出去，就搁房里待着就没事儿，他就能跑。但他们要出来就费劲了，这有个架塔的。科学家慢慢的刷波九尾，这就不行了。刷波九尾，这帮人全违规了。刷波九尾，那要上天了。不妙，发现了。还没被发现呢，盲人。哎，这都没被发现吗？这九尾吧？嗯，要九尾吗？哦，不知道。这科学家还没死吗？这瞎子吗？我操！还说他九尾啊？哎，这都让他走！我操！他真的是九尾啊？也有可能是混沌装九。害不上，害不上！干了，这个、干了，兄弟们，干了！这个混沌装九。我操！最值的是最大的一个雷卡奇。最起简直是个问题！还高兴，还高兴，笑死个人！我操！人心险恶，还在那里造什么呢？还在那里！哇，这个睡奇我真的是服了，这么多人上来，他一个没打死吗？哎，笑死爹了！哎，那个人一直在打输出，我操，没人看的。那个人他妈打了至少他妈打了200的输出。一v 二。只剩一个在，剩三个人了。你不招手，我还没看见。笑死了！那人他妈打了至少他妈两梭子的枪还没发现，然后都被打死了，笑死了！真的人才。啥？哎，你们都发啊？这波酒也可以的，有东西的。哎呀，这水池，这波酒也送一摸鱼。咋回事？我真的是服了，叫他在那打，然后他一个人没帮我打死，妈等我死了才打死人，他一个弹夹我寻思也没那么慢吧，唉，服了。35的伤害，一个弹夹也没那么低伤害吧。还要去然后他一个没打死，我吐了都。来了，真的人打的。睡觉没了，来了。又刷一波混沌吗？没刷吧？没刷呢吧？要来了。现在一共就三个人了。赶快结束吧！结束，别刷了，别刷了。闪光的，闪光。我压 M T F， 这把我压白给糊。我来赌 M T F 赢，我拿我的血和魂。我赌 M T F。我操真的逊，真的是太。